欢喜，一秒就爱死。伊讲害你的心肝，何山重要，只不过是想讲会甲人做顺利益。阮的家在是我大同教会，讲做受惊咯。风采确实是真惊吓，但是真是吓。看到姑娘，你若看身躯边，确实我会当放心咯。嗯，来到这个面前倒，不管你水，我无本地话机，自然我着个人知不平知，要来做做着我面婚车啊。哦，原来你也要往面前倒里去，不错，真巧合。我来要倒转来，伊我会惊你有异念呀。你有要见你阿弟啊？是啊，那我敢会当甲你小酒吗？问什么？到底人这面前倒所在，比较有法，一个你要换变变脸。变变脸？嗯，你说你变脸有什么代志？连风采我有讲，我千里路途，前不面酒前来，千不平之，今日有阮路途，我就是要传我的面车，回到家中求团圆。你是我的面婚夫。滑稽，也亲像来要对我提起，也是我匆匆下山，你老可能经历出款代志，莫讲错，我就是你骗你。哎呀，这可好吧？你这是面多面的牛，安尼就是我面混车咯。千万，我上好来，其实我从细时间。上山拜师学艺，今日我要回转来去，一家团圆，婚礼大事，我从来就不知影。看你是一个边环之女，我想要问你，方才听见杨明在讲，你袂满定志呀？对哇、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定心我。行医济世，你妈妈下这个换灵芝，本来做药医，感情搁较济人啊。嗯，你有一个善良的心肝，但是妈妈你咧讲，以前在天科，转念心灵科，不如即阵啊，你就先倒转去，待你等你高中状元，再来提亲事。不如讲些嘛有道理。你就大病科，阿娘变得不快乐。好啊，今天既然来此地，定得考虑的就留你。你讲什么有道理，我听你的话。三年考级奖金，我到京城所在有几多考试，一番成就，大红会叫，这真好人家所在，惊煞鬼门啊！那我就躲在人家。但你小心，你快用你再次滚动了。